那我说天呢，八八节呢，我领到了一个红包哦，所以说就来氪金了。对哦，八八节的红包拿来氪金哦。那上次呢抽了130抽，抽到了两个学姐，那没有抽到这个国建玉哦。那130抽呢也差不多要保底了哈、哦。那这一次呢，我氪了一个小礼包跟一个大礼包，因为呢小礼包的话呢1000块钱，还有一个这个10抽哈、哦，所以呢还可以再继续累积这一个保底值哦。好，那我们就先来抽一下这个免费10抽吧。啊，佛心公司哦，总共有151抽，是不是？现在广告啊，台北地下街也有哦。小声一点好了。这是免费10抽的哈。如果说保底也还没有国建玉的话呢，那我就是开图哈，然后就是换一个这个国建玉哦。好，今天的免费没有，好来吧，好保底了哈，70抽。这一个是氪金的，好10连抽的券，我觉得氪金的这个还蛮划算的哦，1000块钱。然后呢，是好像是4000多石英吧，然后再加上一个10连抽的券哦，那10连抽的券价值就是3000石英嘛。好，10连抽的券没有，再来的话就是60抽。抽到保底咯，还有5次哦哦，对对对对，好、哦，再5次的话呢，就是会送你一个必出 SS 的战行券，然后呢再外加200 PT， 然后换一个自选的、哦。好、哦，这边我都点快一点好了。哎、欸，有了有了有了，是有。哇哦耶！天哪、啊，我这好像已经图三嘞。哎、欸，可是图三是不是它的特性buff 威力增加25%？哇天哪、啊，东城师，我看一下哦。抱歉，还没有啦，是图二啦，我们来看一下哈，特性三的话。哎呦，特性三也不怎么样哎，前卫队伍的技能攻击力加 10%， 好像烂烂的哎齁。哦，图三才前卫攻击力加 10%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火慧慧好了。火慧慧的话是防御力加减 10% 哦。可是火慧慧比较好用啊，因为火慧慧的话呢，它还是会放在前卫嘛，因为他开大招之后呢，降火防，然后接着打出去，所以我觉得，图三来讲还是火慧慧比较好用哦。好，啊、哦，再继续哈、哦，你的工作终究还是会被慧慧给抢走哦。好，再来，哦，再40抽。好，30抽，哎、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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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70抽，目前这是不知道是第二还是第三个 SS， 哇，好多 S 哦。
可惜都没有出我想要的开阵的角色。谁呢？夏のフェアリー。哇，图二了，学姐图二了，啊，学姐图二了，啊。但是我觉得要比的话，学姐比这个国间玉好，啊，毕竟这一次积分战啊，哈，啊。就是要你用学姐嘛，打全体的，哦，一次两只角色哦。好，再来。哦，哎哎，刚刚有没有系统捞了一下哈，哦？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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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哦。这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SS 呢？哎，好用。SS 的瑞兰娜，哎哎，不是哦，啊，抱歉抱歉，哎，国监狱来了，哎，谢谢大家。哦，我还以为是瑞兰娜呢，想说是鱼啊，我竟然搞错了国监狱配音员古贺葵的声音啊！天啊，我们的那一个哎辉夜姬的那个声音哦，刚刚那听起来我还以为是瑞兰娜、哦，好啊，这样来了，不过也已经要保底了。所以还不错啦，齁，就是200抽的话呢，三个学姐然后一个国建玉。齁，不过我想要那个原皮啊开阵的角色还是没有。哦哟哦，第200抽又来了又来了。齁，不错哦。还有一个必出 SS 的券哦。啊，谁呀，啊？哦，这个我好像没有，哎，这个我有吗？我忘记了，这好像也是暗的吧？哎，对，这个我没有呢，哦。好，这样子哈 ，OK OK， 不要了。好，然后我们要兑换谁呢？好，抱歉哈，这个我再想一想，看是要图一的国建玉呢，还是要继续换学姐呢？哦，这个蛮犹豫的，因为国建玉的话，我本来就跟我现在这个队伍搭不起来哈，它是恢复 DP， 然后光的 SP 增加，但是补师的话呢，我有李莎妈咪哈，然后我也有六妹哦，那我的光队的话，我又没有开光阵哦，嗯。我还有30天可以犹豫齁，所以这个我稍微犹豫一下，喔，那我们先抽一下这个必出 SS 战型探索券，喔，影片的最后面呢我们就来抽这一张，喔，这一张的话呢新角色也有机会出呢，喔，所以而且最近又在免费时间抽，喔，等到免费时间抽都抽完之后呢再决定这个 PT 要换谁，喔，好，抽了，喔，熬夜哦，啊，抱歉抱歉，声音完全听错，这只好用，哦，但是我有了，哦，老板娘前排加暴击暴伤还有心眼，第一次啊，哦，虽然说只有第一次有心眼跟这个暴伤值，但是至少，哦，可以提升暴击率就很好了，然后再加上说他自己的原皮可以带这个钻石层啊，钻石层的话呢就算单纯用来这个当输出的话呢跑这个宝玉迷宫也蛮好用的，所以说我宝玉迷宫的话呢我会带一只这个卓越马里，哦，就是也可以上 buff， 然后呢如果是打轻小兵的话呢也可以用他的这个通用技能钻石层哦。好，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啦，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见，拜拜。また強くなれそう。まだまだ強くなれそう。手応えがある。